我要挑战同时用五卷胶带粘超大的胶带球，先来试一下两卷同时粘会不会成功呢？听说一定要很专注，先把第一个粘起来，这样拉都不会断了。把第二个放上来，哎，可以咯，这样就轻松多了。这回试一下三卷的。梅姐，梅姐，出去玩了，你在干嘛？哎，起了第一个，第二个也不远了。哎，第二个也起了，再来一个。哇哦，第三个，哇，三个都起了，哇哦，看到没有？我要挑战四卷的。你到底在干嘛啊？试卷怎么这么难？你到底能不能理一下我？叮叮叮，好像有希望了。哼，苗姐，你们知道梅姐在做什么吗？